大家好，分享一个换钱所现金失窃案啊。5月10日，根据首尔中区南大门警察署透露，5月2日上午接获报案，首尔明洞某间换钱所数亿韩元现金失窃，要求警方到场调查。虽然新闻并没有明确指出是店家的名称，但从画面上看，依然能辨出受害店家为深受旅韩游客欢迎的明洞换钱所、一品香换钱所。根据现场 CCTV 画面显示，5月1日下午6点25分，一名戴着安全帽、身穿厚重夹克、手持箱子与背着背包的男性走进了明洞一品香位于的建筑物。而在约3分钟以后，男子空手离开，但身上的背包看起来沉甸甸的。隔天上午，也就是2日，换钱所相关人士发现现场莫名出现一个箱子，因此确认保险柜，发现里头的4亿3000万韩元现金早已不翼而飞，便连忙报警。而在换钱所的出入口，除了装有密码锁之外，内部也有店家自设的保安装置，但在1日。6点20分，员工设定保安系统，并下班过后的5分钟，也就是说6点25分，装置再度被解锁。过了3分钟后，又重新锁定。时间点呢，与 CCTV 拍到男子出入大楼的时间一致。不过，因为该栋大楼除了换钱所之外，也有其他店家进驻，因此一楼的出入口并没有相关门禁能够过滤特定身份。建筑物周围的 CCTV 中都已确认，记录嫌犯行踪。警方相关人士也表示，将从换钱所职员，以及同栋建筑物相关人士为主进行调查，而目前并没有锁定特定对象。另外，就出入门锁、保安装置、保险柜都轻松打开，并没有触发警报，警方也不排除，换钱所内鬼共谋的可能性。谢谢，钱丢了。